叮叮叮。好。又有信，为什么每天都有信件啊？怎么了？哦哦哦，我委托的，哦我委托的，好，我委托的东西就 OK。没办法，我们的布料有点缺。哎，讲到布料，我后面这个是不是要长了、啊？我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OK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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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。我们的数值也很多 ，OK。然后再弄这一边，八个够吧？好，然后我们这边再做多一点数值，数值真的缺到爆。这样子应该就可以了。我们走吧。呀，我铁锅还有吗？我铁锅还有。去哪儿啊？去哪儿呀？这个听过你说了，你有没有说其他的呀？好，走吧。去哪儿呀？哦，做得不错，这是你的奖励。做得不错，这是你的奖励。接下来我们做这个，等一下吧。混凝土先来，混凝土我们做完它，那我们再做那个火焰砖的，又要来了，又回到最初的起点。然后我好像又忘记做那个放大镜了，是不是？哪里呀、啊？好。OK， 又是这一个，我觉得我在每天玩这一个的话，再这样考眼睛的话，我就眼睛，我记得有观众跟我说这一边啊哈，这个我就记得了。但还有另外一个在哪里啊？完了，我这一边忘记另外一边了。底下吗？没有。哎，哪里呀、啊？按哦。哦 ，OK。天啊，我有时候觉得我蛮糟糕的，我记这一边，然后我忘记另外一边。哎，哦 ，OK， 可以了，姐姐，拜拜。然后我们要先回家看一下那个钻石，啪啪啪啪啪，那个要怎么做？等一下哦。没有，是那个石砖的。我讲什么东西？我拉。哎，不在这里吗？哎，我拉。哎，他在哪里啦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不是这里吗？不是这里吗？啊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工业切割机，嗨，切割机们，我觉得这边先暂停吧。哦，有哎，走吧。然后我看一下啊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们要先做这一边那个防布灯，防水灯。防水灯，有，记住四个吧，很长。然后这一边，我们要找的是
导航灯。哎、欸，哦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没没没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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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假的，你们什么都没看到，没事没事，假的假的。然后我们需要防水布嘛？防水布的话，我们是去哇去粘液啊，去粘液有点刚哎、欸，纤维布也要很多，纤维布我们可以做，然后我再去委托要做破损的毛皮应该就可以了。纤维布可以，粘液是一个问题，粘液。你要好像只有打山姆才会掉，是不是？我有点忘记了，等一下给我找一下。波西亚粘液，粘液，粘液旁边的龙虾跟螃蟹会出。尾冰桃那边有 ，OK， 我去看一下。我看看哈，这里明冰团那边也有啊，还真的有哎、欸，各位，最大150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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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放委托 ，yes， 三级一接受，哇，他们还真的会帮忙做哎、欸。他们还会写说这个任务已经是谁接，这个任务已经是谁接，我觉得这个也是挺酷的。好，那我这边应该就完成了，导航灯还在做，粘液，粘液还在委托，防水布可能是最后一个接的吧。以现在的情况来看的话，所以不只是只有一个，那可能就我一个工具人啊，忙不来哦。我们再把这个买掉。你这边有 防水布吗？好吧，好像没有，可惜。这个再买十个，好，拜拜。那是勤劳的工具人，你该去哪里找？有没有像我那么勤劳的工具人？每天从头忙到尾。这个树好了没啊？还要多一下下，我要试试看踩它，因为上次好像不知道为什么我踩不到，明明时间到了，但是踩不到。话说我混泥土是不是做太多啊？随便啊，可以啦。我觉得我的那个这一个东西要做多一点。这一个，这一个，这一个，等你的当时，等一下哦，我先把这个拿起来。好了，导航灯好了，走吧。要回去那一边 ，OK。呀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们给我一点时间。矿物箱，我看看哦，我现在矿物比较不够，我是，是一个铜矿石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去一号区。然后一号区的遗物，一号区的遗物有什么、啊？纪念碑我记得已经做出来了。这一个沉思者，沉思者二号我没有。哦，有几个都是一号区的哎，我们就去一号区摸摸看好了。好，马上走吧。可以了。安安哟，起来了，光巴。我们等一下去一号区挖矿。啊！这名特美都在这里。你好。你好。好。他到底喜欢什么东西呀、啊？我就不要送你别的吧。哦。这看起来很复杂吗？
干得不错，工坊主，我们会尽快安装好它的，晚上看到它一定会很漂亮，一定会很漂亮。好，行行行，对呀、啊、今天放假真好，有放假。那我们接下来是要到这边，走吧走吧。200币 ，OK。哇，我好久没有来到第一个那个矿区了，真的很久没有回来了。我觉得我需要重置一下。这边被我挖到有点烂了，重置重置。这个星期我们就在这边挖矿了呢，下个星期我们再去别边挖矿。好，每次拿问他喜欢什么，我都帮他回答他内心喜欢的东西。你那个叫做骗，这应该可以，走吧。我是来挖遗物的。那个应该是沉思者的头还是什么之类的，对吧？对，沉思者四号。不对啊，我不要四号，我要那个，那几号的、啊？我们要几号的、啊？我也忘记了，三号吧，没有记错的话。OK。然后我看一下哦，那个是羽牌吗？直接告诉我，那个一定是羽毛牌。这边有一个箱子，那边有一个箱子。哦，那是沉思者脚。脚我有了吗？家具都是按摩椅，按摩椅怎么做啊？按摩椅？呀，这游戏有按摩椅吗？我好像都没注意到哎、欸，不对啊，按摩椅我要怎么弄啊？假设他真的是喜欢按摩椅好了，我要去那里找按摩椅哈。三号，哎、欸，我是去二号还是去三号啊？到底？哦，这是民用。再翻再翻，那两个可以挖，那两个看不懂是什么。Let's go， 王子给你好了，那个可以在店里买6000一个。好吧，我之后再去看一下，买就买，为了明特，我可以花钱。纪念牌跟崩马都不是我要的，这有个箱子。那个应该又是镜片，那个不需要，那个又是什么？走吧，那个应该是马的尾巴，啊，不然就是沉思者的脚脚。二选一，你们觉得是什么？我觉得应该是马的尾巴，马的后脚这样，是吗？没有哎、欸，沉思者哎、欸、，what？是什么？这是沉思者四号，四号我有啦、啊。那边还有一样东西，哦，哦，三个不同东西，慢慢挖吧。我感觉为什么第一个矿洞更容易出东西啊？是我错觉吗？那第二个矿洞除了羽毛牌是羽毛牌，根本就叫羽毛牌矿洞好啦、啊。可以给我拿了没？谢谢。接下来那一边。拿到吗？哦，太阳，太阳脸 ，what？ 是太阳脸哎、欸，咪咕。
我是不明白米谷为什么你要人家叫你米谷老鼠，你到底是有什么喜好？哦，怪兽玩具，怪兽玩偶。OK， 那边还有东西。哦，我先挖这里。啊，我觉得我不够挖了，先挖一半吧，明天再回来。Let's go。是打错字？没有啊，我是觉得说你真的蛮喜欢那一种东西的。我觉得蜜谷老鼠很适合你。好，我先回来。耶，我们这个好了，混凝土好了。聊沉思者，我明天再拿好了。那我先看一下能不能交货，希望还开着。哦哦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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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在外面。嗯，做得不错，这是你的奖励。OK， 各种钻。然后这下火砖，火砖需要什么东西啊？我也忘记了，等一下我看一下哦。火砖，火砖，火砖，火砖。那个铝线，铝线我好像不够。铝线，接着五十个吗？可以的，接着五十个。OK， 这样应该就可以了吧？那我先把东西丢进来。我看一下，哎，真的有哎！我看一下哦，遗物箱一号才对，沉思者一，有有有有，沉思者一号、二号、三号、四号 ，OK OK OK， 然后马的话就一号、二号、三号 ，OK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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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， 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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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神灯，神灯还差一个三号，所以我们这边还差电话，电话还差一个三号这样。嗯，其实纪念碑全部做上来会有什么奖励啊？好像没有什么奖励嘛，对不对？但我觉得好放这里太多了，我们先去把它全部合上来吧。那什么？这是沙漠遗迹的 ，so， 好吧，先这样，洗洗睡吧。明天我们去何家、啊。为什么要到我家咬我的电线啊？这样唔通哦。OK， 洗洗睡。